铁甜点。从哪里喝的？女儿生日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，今天就是掰苞谷大结局了啊！这个茶叶地，大家看一下，杂草比我人都还高啊！今年又怕去年那么干旱，所以把这个杂草一直在那长着，好给那个茶叶遮阴啊！没想到今年雨水这么多，这块地的苞谷啊，基本上都烂圆的啊，因为茶叶地农药又不敢打，全靠手工。明年种的时候就用手工来捉虫子了。说他大碗那个苞谷虫炒着吃，明年还要继续种啊？茶叶前两年都可以种，到第三两年都种不了了。好臭的苞谷，哎，太阳大哦，耳朵都晒聋的哦。一阵在落完雨嘞，一阵出太阳，今天是欧日。哎，这好热！也是有点闷热。嗯哼，你看我的汗水喽。等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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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绝都绝了，现在包谷。好好好，走，好，可以的。刚刚上到站住，磨牛啊！不是，小问题。从那屋边来的偶然的。去过猪，搞大结局。今年包谷屋里一千年都搞不到。哎呀，刚上线。没有一千多斤。这么多地是搞的千斤，发了个鬼。今天晚上还是搞虫菌啊，不过都有点烂了，不知道长蛆没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虫菌的卖相好差，都有点老了啊。这两天没下雨。嗯，还没下雨就长得快了。像这种天气啊，接近于40度，比如说昨天看的这么大，你今天就看有这么大，它长得飞快的。今天好奇怪哦。那么这个时候还长王中卷？正长的，刚来这个时候要长点的。那中卷长得好丑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嫌弃人家。像这个啊，就颜值高，可惜把它晒炸口了啊。没下雨，太干了。嗯。没大的，我洗的名字是洗中卷，没那么多。哦，这几个你给叉子有烂的要舍不得。先把虫菌清洗一遍啊，洗好了，这是屎。哦，这是俺每个都说这种功过的。要紧的，高蛋白。这个季节的虫菌就这样啊，没办法了，反正没有一个乖的，全部是被虫钻过的。好，锅底拉入，你想远离它去，这么辛苦，怎么只能吃瓜呢？这砍根骨头一起炖。腊肉下锅，辣椒。虫菌，起锅，铁甜点，够食啊，够瘾啊！这看着都香啊！中间味都没得，全部是腊肉味的，哼，怎么样？太香了。
你看，我看菌汁儿是要喝新鲜白骨炖，它只有菌汁儿味。从哪里喝的？它菌汁儿香着呢。嗯。对吧？不要。工作不要。不要工作。你回桌。什么还是加大？香是香着呢，嗯。为什么这么香？嗯，那是中了，有家乡，还有香。估计你包谷，杀了猪啊，过不了冬得。对。对。老没必要好多。都吃的猪。我姑父大军中在熬瓜，熬煮熟食就变不多了。嗯。嗯。你也差好几步的，这也没输赢，你连和江岛没有区别，你脸上。王妈子，你也辛苦了啊！啊，是你这个本事吗？我带五斤米来。五斤米，还一口饭。哎，五斤米。两米。别！我干不赢你。好，中间圆的。我不要走。这边太好吃了，光没多少个鱼，你这接点烂货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。行，那我们做什么做啊？拜拜。